各位好，欢迎收看华视新闻广场。我们今天的节目略作调整，没有新闻人物，因为我们制作更精彩的新闻话题，那就是台塑企业能不能够在宜兰设立六氢厂，会不会为宜兰地区带来污染。我们今天在现场也为您请到了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先生、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稍后他们在现场都会有非常精彩的对话。但是首先让我们先看一段一周新闻回顾。美国总统雷根和苏俄头子戈巴契夫九号签署了一项销毁中程核子飞弹的协议，这是在长达40年的冷战中美俄双方第一次同意以销毁库存的核子武器来代替以往限制核武的生产。立法院内政、司法、国防三个委员会的35位立法委员本月10号抵台东阎湾执训第二总队，就管训队员的刑期和接见问题展开了解，并决议将与有关单位协商解决。韩国总统大选已经进入倒数计时的阶段，候选人纷纷展开最后冲刺，争取选民支持，彼此间的竞争愈发白热化，暴力事件频传，令有识之士莫不对此局势的发展引以为忧。环保署长简佑新在本月10号到达李长荣化工新竹厂，与附近居民就该厂安全及污染问题协商，达成协议，并做了4项决定，暂时平息了该厂与反对居民的争执。台塑企业能不能够在宜兰设立六氢厂，会不会带来污染，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闻话题。首先请看一段我们的深入报道。11月20号上午，宜兰县地区的部分民众分成6部游览车，在11月的寒风细雨中赶往台北，聚集在台塑大楼的行政院环保署前，抗议台塑将在宜兰县设置六氢的计划，使得国内争议已久的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取舍再一次面临考验。事实上，台塑公司准备在宜兰县利泽工业区投资400亿元兴建氢油裂解厂，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双方各提出充分的理由，也都各具见仁见智的看法，几个月以来一直是地方人士争论的焦点。华视新闻广场制作小组为了能更深入的报道，特地走访了宜兰当地民众对于台塑计划设置六氢的具体反应。根据了解，表示欢迎的地方代表认为400亿元不是个小数目，宜兰县若能争取大企业的投资设厂，将给地方带来一片经济繁荣的新气象。今天难得台塑企业有一个400亿的投资，我想这个投资在台湾可能是最大的投资，如果能够顺利的引进的话，不管在税收，不管在人才的这个就业，以及苏澳港的深口，以及交通建设，对于本县的帮助非常的大。我们一再强调，宜兰县有三多三少。什么叫三多呢？就是低收入户最多。我们的低收入据了解可能是全省第一，第二个我们的失业率也最多，第三个是车祸多。三少是因为我们的裁员少，我们的社会福利金少，人才流向服务少，因为很多人才想回乡，但是苦于没有工作的机会，所以说人才少。第三个是预算少，由于工商业不发达，由于大厂商不来投资，所以说我们的税收裁员非常的少，所以预算少。我想我们基于地方发展与环境的要求、环保的要求，我想我们绝对不能无条件的放任，但是也不能为反对而反对。宜兰县的县民我相信都非常有理智的啦，而且大家也是非常关心这个六氢来宜兰县的设厂的问题。那么当初我们宜兰县议会的提案呢、是欢迎他来设厂，是有条件的欢迎，而且有条件的在反对。宜兰县议会都是在反映民意，为地方好，繁荣地方的事，我们是全力的支持。但是在一片繁荣憧憬的背后，也蕴藏了一股反对的声浪。
尤其以六轻厂预定地的五节乡利泽工业区及临近的东山乡南方澳渔港居民反对最为强烈。现在我们乡民反对的原因，因为我们这里是以从事农业跟养殖业为主的，如果说这个吸金厂一设下去的话，它所排出这个这个废气跟这个有带有毒性的这个东西啊，跟我们宜兰县是以下雨天比较多嘛。如果说这些废气排到天空气的时候，以后再遇到下雨天，这个下雨天下下来，就一下下来，我们可能会遭到这个酸雨的侵蚀，我们这个农作物可能会损失很大。所以我们现在乡民一般的反应是说，很不赞成这个东西啊。他们要建吸金厂，说再三的保证说零污染，我们乡民感到追建，感到非常的怀疑。以目前呢、你电视厂跟台化厂，你就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你说要做到零污染，我们绝对没有信心。由于宜兰县三面环山，一面滨海，海岸线长达101公里，海洋资源丰富，全县面积20万公顷，人口45万人，大约有80%的渔民都是靠捕鱼养殖为生，因此对于将来六轻厂可能带来的环境污染、水源污染，无不表示忧心忡忡。当我们来到五节乡养殖区的时候，渔民们抢着告诉我们，现有的工业污染就已经让人受不了了，一旦再加上六轻，后果将不敢想象。现在台化厂的这个排出的废气啊，在那烟囱上面鸟飞过去了，就掉下来死掉了。像这种剧毒性的工业，当然我们一定排斥了。根据我们知道，它一天要抽取，它一天要用的水量啊，是11万公吨啊。王建讲说，他要在走水啊，这个南梁桥、南梁溪抽水啊。根据我们了解，南梁溪没有水可以给他抽啊。因为那条溪本来就没有什么水嘛。那么他不抽那里的水，他一定是抽地下水啊。那么一地下水一抽下去，我想地层下陷就是最明显的，一定会受到影响啊。是啊，那么他排出来的废水跟废气啊，影响了我们的居住，也影响到我们的海底资源，也影响到我们的养殖业。我是在宜兰呢，虽然不是出生在宜兰，但是在宜兰呢住了20几年的啦。宜兰平原这个地方啊，东面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了，那西面上也是我们台湾最高的山脉了。在这里啊，有一个美丽的平原，那么我们世代在这里面居住。在从清朝开始，这个地方就是啊，被看作是一个世外的桃源，所以我们住在这里的人民有权利来选择我们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宜兰县未来发展的方向，那也没有，也可以免于啊这种啊，污染被污染的这种自由了。面对这一波波的反对声浪，台塑又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选择宜兰县的利泽工业区作为设置六轻的预定地呢？我们董事长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他以前曾经在宜兰做过牧业，所以对那个地方特别有感情，所以有这个机会，他是觉得说要替宜兰做一个长久的贡献。他也知道说宜兰的收入一直都比较低，比如说从省市府的资料，民国75年宜兰就业人口的平均收入只有168,556块钱，是占北台湾省十县市最低的。基于我们董事长希望在宜兰有长期上对人民最切身的收入有所贡献，以及我们这个厂有很多世界上高水准的厂，可以长期上带动宜兰的文化水准，所以基于这个考虑，他就选择在宜兰设厂为优先。当然，如果是完全在台塑企业经济上的考虑，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选择。在考虑到宜兰县整体的发展模式以及特殊的产业结构之下，这一片占地200多公顷的六轻预定地，到底会给宜兰县的生态平衡、环境污染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台大环境工程研究所骆尚连教授认为，实在有重新评估的必要。这次台湾大学还有中央研究院，一共16位教授，参与这个环境品质的规划研究。那主要是基于宜兰县政府，它已经有一个比较明确的
综合开发的这个方案。事实上我们可以帮他做一个区域性的这个环境品质的这个规划研究，那然后按照它的这个环境品质的需要，我们可以定出它的这个产业的这个发展的策略，环境保育的一个发展的方针，那甚至比国家标准要严格的这个排放物的标准啊，以及它的这个环境品质的这个标准。六轻的这个投资案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投资案。那我们也很急切的需要了解到，就是这个六轻石化工业它对这个地方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环境影响的这个事实。就在国内反五轻反六轻事件愈演愈烈的同时，日本以及欧美许多国家都纷纷掀起了筹建清油裂解厂的风潮。所谓清油裂解，就是利用热能将清油分离成各种石化基本原料，主要的产品有乙烯、丙烯、丁二烯等，是制造塑胶产品、汽车零件、PE 塑胶袋、毛衣原料、轮胎、制鞋等重要的原料。可以说，在我们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等经济活动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是，对于清油裂解所带来的公害污染，有关单位就不得不加以审慎的评估了。我们环保署要以科技的知识、客观的态度、公正、公平、公开，我们来审查台塑公司所送出来的资料。那么如果这环境影响评估我们确定它是理想的、是好的，那么环保署立场是乐见其成。但是如果看到它环境影响评估是不好的，那么我们坚决反对它的设厂。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如何取得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平衡点，全有赖政府明智的决策、学者专家以及全民的共识，才能给我们后代子孙保存多一分建设、少一分破坏的自然乐土。台塑能不能在宜兰新建投资六轻厂，会不会为宜兰带来污染，就是我们今天谈论的主题。我们今天在现场特别为您请到两位贵宾，第一位为您介绍的是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先生，第二位为您介绍的是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我们今天这个讨论会是由华视新闻广场跟新经济周刊联合主办，我们为了节目进行顺利跟方便起见，我们特别为您报告以下的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们整个的节目今天分为五个单元，那么第一、第二、第三个单元是由两位贵宾分别来进行讨论，最后第三跟第四单元是由我们现场来宾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一点意见。那么每一个除了第一个单元之外呢，两位贵宾各有四分钟的时间来回答。那么其他的二三单元呢，都是在回答的时候只有两分钟，我们现场也有计时的人员会在前三十秒提醒您，还有到这个结束的时候呢都会举牌。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第一个问题是陈县长。那么我们都知道目前这个环保是社会大众所关切的一个焦点，那么有些人是为了环保而环保，有的人是为了政治原因而环保，那么有一些人是为了很多其他的复杂性的这个问题呢而环保。那么陈县长，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全国观众，您的环保的概念是什么？六年来宜兰县的县政一直都是超越党派以及个人的利益，我们重视环境保护工作是为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下一代的子孙呢留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以及希望他们有一个良好的生活品质，所以我们是应该是说我们为环保而环保。最近六轻非常热门事实上六轻是一个非常笼统的名称台塑所要投资的西进厂以及相关产业的投资呢其实包括了一个清油裂解厂，生产出石化的基本原料，
然后再利用这两种生产出来的石化基本原料继续生产20余种的石化中间原料这是一种非常高污染性的工业。那宜兰县政府知道了，对六氢进一步了解之后呢，认为这个非常不适合宜兰县，所以我们一直非常非常反对。那反对的理由有主要的三点第一点呢六氢跟宜兰县所要发展的角色是冲突的。在民国68年3月的时候金建会拟定了一个台湾地区综合开发计划这个我们简称中开计划这个是我们国家建设的蓝本。那在这个中开计划的76页里面呢，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来，宜兰县是一个主要粮食基地以及地方资源型工业。那在民国72年的时候，为了政府为了要落实台湾中开计划，又拟定了一个台湾北部区域计划。这个台湾北部区域计划可以说是我们台湾本岛的国土使用的上位计划。在这个北部区域计划里面的第102页呢继续肯定了在宜兰县在中开计划所界定的角色。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呢，在这个区域计划里面的第101页它同时划定了在北部区域里面划定了一个石化工业区。那这个区域不在宜兰县，是在北部的另外一个县份。那宜兰县也根据我们的中开计划以及北部区域计划呢在台湾省政府驻都局的协助下拟定了宜兰县综合发展计划。我们除了要落实这个宜兰县的这个农业生产区以及地方资源型工业之外，我们更认为以宜兰县良好的这个自然景观呢发展观光事业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是个正确的方向。所以在宜兰县的综合发展计划里面我们更确定观光发展是未来宜兰县的方向。那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经济部工业局呢已经把279公顷的绿泽工业区呢卖给了台塑要作为塑胶及纤维的2、3级产业加工。我们是认为这是一种障眼法。那在经济部工业局核准台塑购买土地的这个审查书里面呢它里面说绿泽是石化工业区。那我们觉得经济部官员的这种说法呢事实上已经违背了台湾地区呢最高的一个国家建设基本原则以及我们台湾地区国土使用的最上位计划这样子是不对的。所以宜兰县针对这个角色的不同呢，我们不但反对六氢来了，而我们也在这里要要求环保署就根本就不应该审查这个六氢的这个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而且工业局呢也应该要马上撤销已经卖给台塑的这个279公顷，因为这个违反了政府自己所定的，而且区域计划是具有法定效力的，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违反了政府所拟定的政策，也违反了我们具有法定效力的区域计划法规。那我们还有两点理由反对六氢第一点呢第二点的理由是宜兰县的地形封闭这个地方的污染非常不容易扩散。那第三点呢宜兰县的产业结构非常特殊渔业的生产总值在农渔牧里面的生产总值里面已经超过一半。那这个地方的海洋生态以及渔业资源不容糟蹋。是。那基于这三点理由宜兰县反对六氢到宜兰县来。谢谢县长您的回答，您在这里已经显示非常明确的一个态度，就是您是坚决的反对六氢厂在宜兰县能够设立。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王董事长
您大概也知道，目前是国内啊这个环保意识最高涨的一个时候。那么您选在这个时候要准备新建六氢厂啊，显然也是要有相当的这个决心跟毅力啊。不过您刚才听了这个陈县长的话之后，您认为目前您这个经过这一连串的这个所谓面对的这个问题啊，您是有点这个失望呢，还是信心十足？我们大家今天在这个土地上什么资源都没有的，想快一点呢，这个目前呢去这个蔬菜水果米过的，其他等等呢都是要靠进口。那个我们要生存同时在发展的话呢，唯一的选择呢只有工业，只有工业。所以我是在25年呢就认为这个发展工业的话呢，总是要人才还有人力资源，所以我那个时候才创办这个民事工专，想这个培养一批的干部，在工厂可以有力量。然后呢，我们不错，大家都很勤劳，慢慢，我们就恢复，这个是经济环境一切都好了。我们就想，这个是人的这个保健方面呢非常重要，甚至于这个我们也想。社会上要和解的话呢，也要人对人一种服务，所以我就创办了长庚医院。那么长庚医院到今天呢，一天有10000出头的病患来受证。医院也是想要做这个是医疗。这个水准的服务，所以我们就想这个培养一批，这个是医师，希望优秀的医师来服务大众，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办这个医学院。那么医学院办了以后呢，我们就是发现这个医学这个基础呢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着手呢扩大，这个是。仅我们的可能范围呢，聘我们中国人非常多的优秀的人才呢，在海外，那么现在聘回来要来着手，这个医疗的基础研究。我是在这种心情之下呢，想这个是要做这个石油化学厂。我们石油化学厂呢。这个是简单讲呢，是这个人所必须的衣食住行娱乐，都是离不开这个是目前计划的。所以不但是我们今天在做这里所穿的衣服啊，我们今天早晨起来刷牙。各种方面都是这个石油化学离不开的，我们自己本身呢，这个是这个日用品都是这样子。再来的话呢，我们还做这么许多东西呢，都是这个靠出口。那么这样子我们发展，大概竞争是有相当的意义就是了。那么您这边特别强调的就是愿意这个服务人群的这种心态啊，来重视这个所谓马上要想投资的这个六氢厂呢，也会特别关切到这一点。可是刚才这个宜兰县陈县长也特别强调的，就是他们对这个环境的污染非常的重视。那么这个是不是可能会造成这个环境污染？您是不是有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保证可以给宜兰县民认为是污染的一个计划？这个我认为这个很简单、啊、
这个是假如这个水化学做重污染的话呢，这个是讲出口的话呢，恐怕就会给这个大众慢慢会了解。所以这个话讲出来的话呢，我认为世界上人家会笑的，笑的啊。我们再来的话呢，过去假如这个是工业方面的多少有点污染呢，我常常想我们尽我们责任的快一点要改善。也就是以前呢，我们工业知识比较低，环保意识也不会那么高的，因为大家比较这个放松一些做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应该要负这个船的责任呢，这个是过去的一段的要改，以后的话呢，我们一定可以做到根本呢，比什么都干净，比什么都干净呢？我个人认为抓定，结果是水化学做起来比我们厨房呢还可以干净几倍，是这样的。那么不妨我是这个是这个简单呢、啊，给这个各位这个介绍呢。我因为自己没有做，所以我今天介绍这个是，就在这个日本一家，这个叫这个是这一家，这个是也是石油化学厂。我们的在这个是日本前夜可以看得到的。这张图也是这样，跟公园一样的，公园一样的。再来的话呢，就这个就是我们台塑在美国那个德州做的结构厂，结构就主家，结构就主家，就主家啊。这就是我们台塑，这个是一部分的工厂的这个照片，是这样子。其实这以外的话呢，我们在澳大利亚呢，在维纳那个地方呢，就是在公园旁边也有一座这种石油滤纸厂，有这座滤纸厂，根本呢谈不到什么污染不污染。我再讲一句话，如果谈重污染的话，要会人家会笑，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根本呢、啊。不会污染，我们呢在说的话呢，有这种这个心情做事情的话，应该要这个是污染和工业要考虑的话呢，应该这个是污染应该要兼顾，能不能做到呢？100%可以做到，100%可以做到，是这样子啊。我们有这种。最新也有这种诚意，也有这种本事可以做的。再来的话呢，我认为呢，外国人可以做到，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做到。大家就是要自信我们中国人啊，就是我们外国人可以做到，我们不但可以做到，我们希望还更做进一步。汪董事长刚才也表述他非常具有这个信心，那么可以不但负起一个所谓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同时也能够让这个所谓的石化工厂做到无污染，而且甚至于比这个厨房呢都还要干净。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汪董事长他也特别的强调了他的一些的做法。您陈县长，您是不是可以说您这个在目前所谓反对这个六轻，您根据什么样的一个事实的根据来反六轻的？宜兰县不欢迎六轻啊，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跟县的发展啊这个角色冲突。那附带的理由就是宜兰县地形封闭，还有海洋资源啊，海洋生态渔业资源等等问题了。那王董事长刚刚提了几张照片啊，我也刚刚看有机会看到了。这个时代是为这些污染的工厂啊披了一个美丽的外衣，事实上底下还是相当严重的藏污纳垢了。
那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石油化学工业都会做污染，我们指的是石化的上游跟中游工业是重污染，那下游的工业呢不一定就是重污染。那王董事长提到说可以说重污染，人家会笑，甚至可以说100%。那王董事长在宜兰呢一再提到说可以做到零污染，而且对宜兰县是百利而无一害了事实上以今天美国的科技华盛顿 DC 的这个放流水标准也只能做到这个 BOD 只能做到2个 ppm， 东京市的多摩河也只能做到5个 ppm， 那日本的国家标准还维持在20个 ppm， 所以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说今天能做到零污染。那百利对宜兰县百利而无一害呢，我们觉得更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台塑一再提到零污染或百利而无一害呢，我们是觉得今天呢完全是漠视事实另外台塑也提了相当多的承诺了譬如说台塑王董事长本人就一再强调说这个六轻一定要宜兰人90%赞成才会来，只要有10%以上反对就不会到宜兰设厂但是当我们向王董事长建议说既然民意这么重要，我们何妨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民意，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来了解民意是很公平的做法，但是台塑反对公民投票。那台塑导师提出了说这个可以打切结书，可以保证说将来生产之后如果有污染可以马上停工我们来想一想今天这个设厂前的承诺都没有意识要履行那设厂之后怎么可能去要求呢？我们闽南话有一句话了，叫做牛皮都顶不掉，哪有可能去顶牛尾。那从台塑这个零污染百利而无一害，甚至说明明这个货物税印花税所得盈利事业所得税那等等都是国税跟省税，他们一再对外发表说这个可以增加宜兰县10亿左右的税收，通通是归宜兰县政府。事实上六轻在宜兰设厂了，宜兰县一年只能增加大概4500万元左右的地价税跟房屋税。那至于说能提供宜兰县多少就业机会，台塑从10000多说到如果中下游产业在宜兰发展10万、20万，甚至有一个报纸说到45万老实说，宜兰县真的六轻的相关行业真的在宜兰县能提供45万个就业机会，那我想宜兰县一定要成为第二个三重市，到处都是这个压出成型的工厂，射出成型的工厂，到处都是做塑胶袋的小机器厂，那大概都是乌烟瘴气了总之一句话呢，我们觉得台塑的这个诚意可疑信用不足台塑一直说要等到这个90%以上欢迎才会来设厂请各位看看这张图，这个是台塑最近公开招标的立泽工业区的西进厂的这个工寮已经在招标了，这个是台塑立泽工业区西进厂的建厂的工寮我们拿到这份资料也给这个提供这个资料的承包商相当困扰。另外我们还委托美国一个国际环境保护协会一个宜兰人的子弟简中松在美国帮我们审查了台塑的这个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结果他所提出来的审查意见对台塑非常不利前天我们接到这位简中松博士从美国打电话来，他在美国受到台塑派人去恐吓还要去骚扰。那像这么一个台湾最大的企业竟然用这种不公平的手段，而且我很抱歉王董事长，我要说这种作风激进，这种流氓作风我们觉得实在非常惊讶了。所以说台塑的这种保证诚意呢，老实说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相信。台塑能不能够在宜兰设厂，我们待会儿还有很多的问题可以再面对面的进行沟通跟了解，我们稍后再继续为您进行讨论。
台塑能不能够在宜兰设立六氢厂？我们接下来想请教王董事长。刚才陈县长在他的上一段谈话里面特别提到两个比较重要的观点呢，就第一个，他认为是说宜兰县呢可以让全县的民众进行一个所谓的民意测验来了解一下是否会欢迎台塑。那么第二个，他刚才这个里面特别提到的一点，就是在美国的说接受到这个某种台塑的这种或者是恐吓，您刚刚用的是这个词，我想这两点是不是请董事长做一个澄清？假如这个是为了宽情来反对的话，这个是对的。但是呢，我刚才拿到这个是那个照片呢，各勾引看。现在问题是这样子的，我们能你要问台塑在宜兰县设厂的话，你要求什么条件？你能不能做到？这个是最重要的点，啊！你说结果是这个委托那个是那个米国那个简先生写的那个报告，就报告呢，我看过了，啊，他这个报告啊，我们可以公开，我们业余是可以公开的。这个报告呢，根本呢、啊、不是这个站在这个环保技术证言，根本就没有资格，那个没有资格。为什么这个是陈县长呢？怎么不要这个拿这个是世界先进国家，所有对这个是就是历届厂的这种这个环保保护的条件呢，拿出来要求台塑，你能不能做到？应该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是现在在说的话呢，啊，现在在这个苏联。一下所改四所，结果历届厂，荷兰现在也要做了，啊，结果是日本有两基这个旧的东西，好几年没用，现在因为供不应求，又出来修正，又要开的，其他美国也有，英国也有，所有的国家现在都要开始的。我们假如这个是违反帝二文帝的话，那有什么话讲呢？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这个陈县长，您刚才提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有一个在台塑设立这个六氢厂的时候呢，您过去主张是不是要设立这个环境的这个权利金？那么您提出这个主张是根据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先例？让我对王董事长刚刚的话做个说明啊，简中松博士是。台大土木系毕业，台大土研所毕业，美国 Ohio 州大学的这个环境工程学博士，现在在美国休斯顿呢、主持一个专门防治水污染的一个工程顾问公司，他是污染的防治专家这个我想他非常有资格来看看台塑的这个污染防治计划。那王董事长提到说苏联荷兰以及其他国家也都在发展石化工业，今天世界上并不是说不能发展石化的上游或中游工业，要看地方了，看受得起受不起。宜兰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地形，在宜兰设立石化工业这种重污染性的石化工业，就等于像在一个密不通风的而人很多的小房间里面吸烟一样。在美国那么地广人稀，休斯这个德克萨斯跟路易斯安那那种地广人稀的地方发展时，这个盖这个氢油裂解厂，那就像类似在一个人很少的旷野吸烟一样，所以说这个条件不同了。总之宜兰县地形上本身不宜，在产业的结构上本身不宜，最重要的是上面所给我们界定的角色不是石化工业。台湾有很多石化工业的专业区，台塑为什么不到那个地方去设厂？那有关这个环境权利金，在日本有先例，日本有电业三法，那台电也有意识要在苏澳设立火力发电厂，宜兰县政府就是为了台电火力发电厂，先提出一个10%的环境权利金，那台电呢，也因为县政府的这个要求，所以认真的在考虑，提出了一个办法，向报经济部，当然他们也就是引用日本的电业三法，所以这个在先进国家有先例可援，而且台电所拟出的办法呢
也看得出来政府是有意要仿效日本，希望台电做个好邻居。那么陈县长这边也提出来这个所谓的环境权利金的问题啊，那么王董事长您同不同意说是如果有这么一个环境权利金可以支付的话，是不是同意？我是这样子，我同意的话呢，我是没有尝试的。结果开一个例子的话，我等一个罪人呢、啊，我罪人呢、啊，影响陈县长也罪人呢、啊。这个没有，我不会，怎么没有尝试的？这第一点。至于这个是陈县长啊，这个是应该考虑的。我在4月11号，这个是在那边做说明会，那么县政府提出来这件事情，然后呢，大概传达了误会，那么那误会是没关系的。所以然后呢，我就拿出这个录音带出来，出来啊，是这个给这个陈县长的最有密切的一个李先生，听到了。李先生在10月15号呢，告诉我，他打电话给这个陈县长那个公馆，那么他不在，夫人出来接电话。是这样子，他明明知道。我今天假如这个陈县长假如有必要的话呢，我录音带都带来，我今天送你一个录音带，你去听听你就晓得。但是呢，很明显很这个是八十不节的话呢，就是这样子。在10月15号他明知，在这个10月23号在省政府行政会议的时候，陈县长站起来讲，他说我依然宽情做得如何如何好，那么台塑来答应我这个天八线的这个宽情保护船，那么我不履行，再来的话呢，他在这个街头啊，这个是讲话的时候呢，他也讲到就是我没有履行了。我说这个不传达这个错误的话呢，那可以原谅，明智的话呢，为什么要这样讲？我就明言很难解了。那么，您认为如果说是一个适当的这个辅助地方性的建设，您自己个人的话，愿意怎么样一个做法？我个人是这样子的，我和他们地方的人讲，宽金宝船我是决定不能考虑的。他们地方的人呢、啊，他说要做一个大学等等，我是自然，我到哪边呢？是一个这个相当的高水准的一个数据化学，可以带动这个是这个宜兰县的这个是工业文化，同时可以做人的文化。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话呢，我公司要发展要用的话呢，也要有人才。那之前的矿井配合起来的话，反过大学啊，这个是我应该要回归宜兰县的话，我一定会做的啊。那么现在就是要谈条件的话，全世界我想没有，他说日本有，台电答应，那基本是我不相信的啊。不过他讲随便他讲的，是啊。陈县长，您同不同意刚才王董事长讲，就是他设立这么一个大型的大规模的一个工厂之后，自然而然的会带动地方上的一些发展，那么这才是一个正途，您认为怎么样？一个工业的投资当然会带来一些就业机会，但是以六轻的这个投资案来说呢，它所带来给宜兰县的利将远小于弊，也就是说这个综合的效益是负，所以我们不赞成。那刚刚王董事长提到录音带，我想我们也可以找得到了。那我想附带说明一下，我提到这个事的时候，我都一直说报纸，第二天报纸如是刊载了。我想这个环境权利金当时要求的前提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无关紧要。但是日本确实有先例经过中央立法，他们称为电业三法，三个中央法规，那经济部的这个台电的这个办法确实也存到经济部去了。是，那么您刚才在节目里面，在上一段里面特别提到了，就是所谓的这个
有您自己的友人呢，在美国做这个研究评估报告的时候，那么受到这个台硕的人员的或者说电话的联系，那么这一点您刚才提到这一点是不是有一些确实的根据？比如说有他的信函、亲民的笔迹，或者是有录音带，因为我们在现场有很多的这个新闻界朋友都在，因为如果只是单纯的这么一句话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混淆，是不是？这一点您能不能提出来一些这些东西？是接到电话，但是简博士，我想我们可以请简博士用书面证明过来，但是不是今天没有办法提出来？但在目前现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您不能够提出来是前天来电话，是他说到恐吓及骚扰，是。但是目前因为这个是一个蛮严重的一个字句，所以我为了让社会大众了解，在目前您还是不能够提出来任何这一方面的实据在这个节目这个时候我们提不出来。不过我们说话负责任，我们不会随便乱讲哈。是，我们台硕企业是不是能够在宜兰设立六氢厂，会不会带来污染？稍后我们再继续就这个问题为您进行讨论。我们现在回到现场，台硕能不能够在宜兰设立六氢厂，同时会不会带来污染？我接下来继续请教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您去年曾经在这个高雄一个场合的时候表示支持对这个台硕在宜兰设立这个六氢厂。那么另外你在这个11月中旬的时候接受新经济周刊的一篇访问，说要等到台湾大学这个环工所有一份评估报告出来之后才做一个最后的决定。可是您接着在11月的下旬呢，又马上在这个议会里面宣布说是要这个反对这个台硕厂在宜兰设立。您这些的转变呢很明显，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的转变？在去年高雄区运期间王董事长派他的女婿去邀请我到长庚医院，我就在长庚医院跟王董事长在会客室吃饭盒边吃边谈。那台硕谈到宜兰投资的事情，我表示县政府欢迎台硕到宜兰来投资，但是一定要对宜兰县有利益的我们才欢迎。王董事长当时说当然当然所以刚刚提到说表示欢迎，我想这个话被断章取义了。那在今年4月初台硕去宜兰说明会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两个条件事实上这个条件都是有前提的，我们把它后来把它简化做有条件的欢迎，有条件的反对了。那新经济访问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委托台大环工所所做的这个复评工作还在进行。那目前事实上我们已经知道答案了，所以县政府是在宜兰县有益的情况之下才欢迎，对宜兰县没有益我们就反对立场始终是一致这一段时间我们对六氢以及相关的这个中间原料厂的这个污染了解的越来越多实在越感到害怕。这个是一个超级的污染也一个超级的石化厂非常大量的污染，实在说宜兰县受不起。我其实还要请教您一点，就是这个环工所的这报告您刚才说已经出来了，正式的出来了还是未正式的？还没有正式，还没有完成整个文字的整理，但是这中间我们多方面的跟专家学者都交换过意见。是，那么接下来想请教王董事长，那么照您目前的各种的沟通各方面的这个努力，如果在尝试都不是非常成功的这个例子之下的话，您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变通计划？我是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大家要跟他一个了解，就是我们没有污染的可以做的非常好的，刚才我也讲过先进国家可以做到，我现在问我你能不能做到，我能做到，是这样。那么所以希望这个是大家了解。第二点的话呢，我希望呢这个宜兰县民呢开始的时候呢都非常欢迎。宜兰县大概这个议员代表乡镇这个村长等等的前前后大概有6次
到我们台塑大楼来表示欢迎去的。这个是议会的话呢，我认为呢，也是我所了解，议长、副议长以下都赞成的。只有这个是大概什么原因，我也不便讲了。本来我晓得是一位这个议员呢，也来过我们台塑欢迎。现在他大反对，就是、说是陈县长的很自由，这个是我，所以假如要一个反对，那么所以我是要顶清整个宜兰县民意代表所有的老百姓，你了解的话，我相信呢，还是要求的陈县长呢，如果了解这一点，对宜兰县呢，他假如县长认为。可以答应我台塑去协商的话，他功德无量。我认为啊，他应该改变才是对的，才是理性的。假设王董事长讲的宜兰县民大部分是欢迎这个设厂，那么同时如果在这个我们政府的这个工业局、环保署，他们在就各种观点来做了评估之后，那么认为是同意的，那么您是会妥协呢，还是会继续的反对？王董事长既然说宜兰县大多数人都赞成，那我就不知道王董事长为什么那么坚决地反对我们所提议的来举行公民投票，看看民意如何。那事实上议员开始是有部分赞成，但是目前呢大部分也多持了反对的态度。那至于说如果王董事长希望我同意让台塑在宜兰设厂了，我想如果我这么做绝对不是功德无量，我要变成宜兰县民45万县民的千古罪人我会愧对我在宜兰县的45万个老板。那么我刚问的问题就是，您如果是面对一个充分的环境评估的报告之后，那么在这个环保署认为是可以的，您还是会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反对或者是妥协？现在的问题非常清楚，今天的国土分区使用计划已经非常明确的界定了宜兰县是一个地方资源型的地方资源的工业型北部区域石化工业在其他县。那台湾综开计划这个等于说国家建设的最高准则也这么定了，那为什么中央的二三级的这个单位竟然可以推翻国家最高级的这个上位计划，我就不懂了。所以今天环保署根本就不应该审台塑的这个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以及工业局也应该即刻把279公顷的土地收回来。那县政府呢针对因为台塑的这个石化工业违反了我们土地分区使用，县政府也就不准备核发建筑执照。王董事长，您曾经做过各种努力透过这个国际性的这个环境评估来研究，那么透过这个环保署让他们来政府的这个评估，那么您曾经在这个报章杂志上也提到了，那如果这些报告都不能相信的话，公权力何在？您现在是不是针对这一点可以有一点意见发表？我个人看法这个是这样子，这个是刚才也讲过，这个是宜兰县整个的这个土地呢，大概20几万公顷我们占用的这个是场地呢，200多公顷，大概是占那个大概是1/1.3%的都差了那平地的话呢，大概有38000多公顷，那么大概占这个是这个宜兰那个平地的大概占0.0几%这样子。所以我这就是这个我们。这样谈没有什么用结果是一般尝试呢来判断就会清楚了。这种假如这种谈的这样子的谈呢，谈不会有什么我认为呢，我们结果是决定不可能说结果是结果政府结果是核准他一个宜兰县县长有这样大的权力可以反对到底的。我也不相信。是。那么王董事长这边又特别强调一点呢，就是科学的归科学。
那么谈技术的归技术。那么这边一直我们今天所有谈论的这个重点呢，就是您是不是还是可以特别明确的来强调一下，是不是这个反对的立场上有任何其他非常强而有力的所谓的科学性的一个证据？所有的污染性工业都要提出环境影响评估报告。那是台湾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都是先选定了地点之后，再把一些学旅数据堆积起来，然后交差了事，总之最后的结论一定是符合国家标准。那今天宜兰县，请各位看看这个地图，这个是宜兰县的地图，绿色的部分是山，黄色的是平原，平原是一个三角形的。宜兰咖啡色的部分就是台塑六轻的位置，在秋冬的时候这个风都从海边来，整个污染通通到宜兰县整个地方可能都会有酸雨。那虽然夏天是吹西南风，但是宜兰县地形封闭在这个地方常常有很多乱流，风往往还是从海边来，所以一年四季有很多时间这个污染的空气通通是往宜兰阳平原吹。所以说虽然所占的地一点点但是这个污染的严重性却非常高。那我是提到的这个污染，我们今天计算污染目前国家标准是算浓度单位的浓度，但是我们更关切的我们要看一个地方是不是能承受得起污染。像台塑这么大的规模不得了，279公顷这个是超级的石化工业，也可以说是超级的大污染，这个总排放量非常厉害，总排放量我们常常说中国人十亿人口，一个人吐一口痰就可以把台湾淹没，当然这个是笑话，但是这个就是总排放量，每个人吐一口痰单独不会造成污染，但是集总量集一成球就非常可观。所以今天呢，我们对于政府的这个环境，对于政府对于各大企业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这个态度我们非常不满意，先选定场址再来做这种事后的这个交差工作非常不当，应该要找很多地方来衡量说哪个地方受得起这样的污染，再到哪个地方设厂。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观点看，就根据资料显示，宜兰人口每年将近有5000名这个外流，同时宜兰的这个财政收入也是相当的这个困难呢。那么如果这个台塑的确可以给宜兰带来一个地方性的繁荣，而没有在这个污染的环境会造成这种影响的情况之下，又适合宜兰县民众的需求，在这种状况您会不会是重新考虑？对不起李先生，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因为台塑会带给宜兰县非常大的污染。那宜兰县人口外流确实是，但是宜兰县如果能继续维持这样一个良好的环境我想到民国80年北宜高速公路开通之后，宜兰县的投资环境会马上改善。现在的台湾土地寸土寸金工业区可以说是一地难求。我们宜兰县北宜高速公路80年渴望80年开，渴望83年完成之后，宜兰县投资环境大为改善，然后宜兰县的景观资源来发展观光事业，将来会成为台湾北部地区的一个公园将来是成为北部区域的一个休闲游乐场所。所以单凭我们发展地方资源型的工业以及发展这个无烟囱的这种工业，宜兰县将来就有非常繁荣的这种前景。我们不需要去赚这种污染的肮脏钱，我们去赚这些无烟囱以及没有污染工业的干净钱。王董事长，您认为您可以给宜兰县民带来什么样具体的好处？这个很简单的这个是现在我们算起来呢94万这个是这个米节的这个产量，这个是有90万人口的就业，我们出口量呢大概占这个是石油化学所有产品的占37%，这个就业率呢占36%。假如我们台塑这个40万吨，这个是比较特殊的高级的化学，我花那个这个 know-how 大概花50几亿的，大
当然这个五十几亿的这个挪花费呢，也包括了制造技术，也包括了这个污染各方面的技术啊。这个刚才陈县长讲的有酸雨，我们可以做到没有酸雨的。刚才我讲过，你能不能做到？要问这句话才对的。所以再讲的话呢，四十万吨的话呢，假如这个留这个四分之一，慢慢一步一步，留在这个是宜兰县做一个这个各种的发展的话呢，应该有四万人口的这个是工作机会，四万人口一个带一个一家带一个四个人的话呢，就增加一个宜兰县了。啊，再来的话呢，我也有一个宜兰的朋友跟我讲，他说这个我们还是做工，我说不是当然做工，结构厂不是做工，结构厂有相当的技术在，有相当的这个是这个文化工业水准在，可以带动这个是这个宜兰，这个是工业文化人文的文化。会发展的。那刚才陈先生讲，我认为呢，结果是观光事业它的发展也是对，但是呢，我认为呢，假如有一个厂这样子干净的、这样子高级的厂的话，相辅相成的，一定对宜兰县一定有贡献，你不会冲突，不绝对没有冲突的。当冲突的理由，这个厂是想就知道吧？是。所以王董事长，台塑企业是不是能够在宜兰设厂？会不会带来污染？稍后我们再继续为您进行讨论。台塑企业能不能够在宜兰投资新建六氢厂，会不会带来污染？我们继续来进行讨论。这个单元我们请现场的这个各位来宾呢提出问题或者是意见。我们今天现场一共有35位，那么10位第一排的是10位是来自宜兰地区的，那么第二排是石化工业的这个代表们，第三、第四排是我们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就从第一排开始，哪位有问题请举手。来，请说。哎，谢谢。哎，我这里有两个问题哈，一个请王董事长回答，一个请陈县长回答。第一个问题啊，我想请教王董事长，曾经啊再三说过的，宜兰县民要有90%以上欢迎才要来宜兰设厂啊的这个承诺，到底还算不算数？我想这个是信用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请教陈县长，刚刚您对于宜兰县未来的发展，我希望你再做一个补充啊，还有这个对宜兰县未来发展的这个远景，不晓得是陈县长您主观的愿望，或者有什么客观的根据啊？谢谢。先请王董事长。这个一般尝试的想的话呢，这个很简单，因为这个老百姓呢，就是这个知道的话和不知道的话，我的说这个是90%以上。假如有换过来10%反对的话，我就不敢来。我讲过，10月5日呢，陈县长站起来问，他说要投标。第二句话，他说这个你说不敢来，和这个不要来不一样。他说这个，我说不敢来是。尊重，说不要来和不敢来的话，那怎么有差异的话？我不懂啊。至于这个是要这个10%以上的话呢，我就不敢来啊。结果是这样子，我很有把握，很有诚意，可做到过界，结果是整个的，结果是领先的环，这个。不污染的。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大家这个我们
全国的人民呢，我相信呢，应该是95%以上。啊，在宜兰县的话呢，应该我曾经讲过，最关心的可能就是所有那个捕鱼的那个渔民，我也都有把握的。我曾经跟这个所有的这个那个镇这个代表其他捕鱼，他说反对的人心里有不安、有忧虑的话，我们应该有个交代，是不是啊？来安排我给他们说明，我也有把握。我有把握，结果是我说明了以后呢，就一般移民的话，我看反对的人会变为大部分会赞成的，因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就不污染，我就属于可以养鱼、养的活、养的材料放掉，那么各机关呢可以来检查，结果有什么忧虑的地方，没有忧虑的地方的，啊，那至于这个投票的话呢？这个笑话，笑话啊！这个是投票的话呢，就是应该这种啊，是县长也好，应该就是这个伪政节，这个是议会大家来决定，这个是不是？这个没有办法决定，那还要全民投票，打扰40几万人民的话呢，我看呢、啊，实在是这种做法呢。是不是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心态怎么样的讲这种话，我也不能了解的。谢谢王董事长。陈先生啊，首先啊，您回答那位观众的问题啊。王董事长在几次的宜兰说明会多说，只要90%，一定要有90%以上的民众欢迎才会来，也就是说只要10%以上反对啊，台塑就不来啊。但是到10月5号在县政府对谈的时候，王董事长把这个不要来呢改成不敢来，所以我当场很冒昧的请董事长澄清到底是不敢来还是不要来。那董事长后来就说他承认他说过不要来，但是他也补充一句不要来也不敢来啊，我们有啊录音带为证。那另外呢，王董事长既然说呢啊，他让他有机会跟民众说，那民众一定会接受。那既然台塑对于这样自己的说服力有这么样有把握，我实在看不出台塑为什么还是要啊这么坚决的反对公民投票。因为既然要了解民意啊，一定要做民意测验，而最公正的民意测验我觉得就是公民投票。那另外刚刚一个问题提到这个啊，宜兰县的发展方向到底是我主观的看法还是客观的一个评鉴，那我刚刚报告过宜兰县的角色在台湾地区综合开发计划以及台湾北部区域计划还有宜兰县的综合发展计划里面都明确的赋予了一个就是地方资源型工业以及农业生产还有观光的角色，这个是政府主管机关定出来的，而且区域计划还有具有法律效力还有除了政府主管机关之外呢，还有县内的很多地方人士跟专家学者共同定出来的这个方向是非常明确而且是正确的，所以这个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这个是宜兰县民全体大家共同做的决定。那县政府今天一直在为环保而努力呢，那我相信宜兰县民也多能了解县政府在为他们的这个生存环境呢努力的这个诚意跟决心呢，我相信他们都会支持县政府。那就是说我在2年后卸任了，我相信宜兰县的县民还是会继续坚持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我对我们这些45万的老板呢深具信心。继续请第二排石化工业代表一起说。我请问这个陈县长，因为我是石化工业的加工厂，因为我总觉得刚刚听陈县长所说明的一切大概都以这种艺术来反对，而不是针对工业的这种污染来反对。那么我觉得全世界工业的国家已经有的他们要求的这个污染要求的标准一定是比我们台湾还高了很多。那么既然先进国家能够设立的工厂，那么在台湾呢就是
以往高雄也设立了1234间，因为我们以往对污染环境的保护啊要求太忽略，而现在呢重新开始做，因为国民所得到了5000啊，对整个生活品质的要求啊会更要求更高，所以往后呢如果宜兰县民啊不能向这种工业方面来求发展，只是意味着以县长的农业或是渔业啊，这可以看出啊，以台湾目前有工业设备的县市啊，他们的国民所得啊，一定超过宜兰县民所得加倍以上。那么以目前没有工业设备的这些县市啊，他的县政府的经费也非常之少，比起有工业设备这些工业县市啊来的差。据我去过宜兰县的污染啊，我想宜兰过去最有名的就是雅治，还有一个丹瓜啦，这些传统的农业啊产品啊，真正以目前大家的生活要求啊，对这种肉还有瓜干那个干啊，对我们来讲不是很重要一种食品，所以啊我觉得啊，如果县长有眼光，将来为了你交任以后对你县民啊一种贡献啊，应该啊朝农业社会的当中啊改成工业的建设啊，对宜兰县绝对有一个很大的贡献，这一点啊我是希望县长能够重新啊对建设工业一种观点来考虑。这是您一个意见的发表，县长可以不作答。我想说明一下好不好。请说。宜兰县不是不要工业，我们只是不要石化的上游、中游、下游工业。宜兰县在这个官方的这个计划里面是界定了地方资源型工业，也就是说没有污染的工业。所以刚刚这位先生提到宜兰县应该要由农业来转型为工业，我们很同意。今天工业区寸土寸金一地难求，将来200多公顷的土地将来恐怕大家会争着来设厂，我们不愁没有人会来设厂，我们可以精挑细选，找对宜兰县最有利的产业让宜兰县来投资。是，我们新闻界的朋友哪位有问题请举手。请说。我想请教这个陈县长哈，陈县长刚刚一直强调就是说这个宜兰县的发展是一个分区的哈，在一个这个分区里面哈，那么在这个分区里面呢我们应该发展这个无公害的这个产业啊，所以呢所以陈县长就反对说这个让这个环保署来这个做评估，认为环保署根本就不应该来做评估。那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为什么这个宜兰县又自己又延聘了这个台大这个联工所来做这个评估啊？那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台大这个环工所他所做出来的这个评估是符合我们这个环保的要求如果说是符合的话，那么宜兰县将做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陈县长。宜兰县以这种违反国土计划做理由来反对六轻到宜兰县来这个是一个战略上的问题。那请环工所来对这个六轻环境影响评估再做复评这是一种战术上的运用我想我们有很多话过去都不能太早曝光今天呢是我们今天反对这个是一个违背国土的分区使用计划，这个是大前提，但是我们也还有附带的理由，就是证明这个地形封闭将来污染空气污染没有办法消散这个海洋资源北部区东北海域是台湾北部最重要的一个渔场，然后宜兰县的滨海地区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养殖区，那宜兰县的渔业生产总值在农渔牧的生产总值里面已经占了50%，这个地方再都不能受到糟蹋。如果宜兰县的海洋生态跟渔业资源受到损害，有将近一半的人的生计会受到影响，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县政府这个做法呢看起来是矛盾的，但是这是一种策略上的应用。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环保所环工所台大的环工所如果评估完成之后那么是同意的，
那么是和这个完全符合这个环保的要求的话，这位记者先生就问您。啊，我刚刚说过，这个现在的 EIA 啊，也就是环境遗产评估报告，事实上最后的结论就是说啊，符合不符合国家标准？那依照这样的一套啊，这个学理或者数据所推算出来的合不合乎国家标准，而所引用的这个学理跟数据对不对？所以说环保署最后一定会通过台塑的这个 EIA， 因为它这个已经结论早就出来了。通过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就并不一定代表宜兰县能承受这样的污染。我刚刚说过，这个设厂的地区能不能承受，不是以单位的浓度计算，而是要以总排放量来计算。记者朋友哪位请说。我想请教陈县长一个问题啊，姑且不论这个六轻计划是否能够在宜兰设厂，不过刚刚您的那个观点是说，这个 EIA 啊，好比像是一个这个橡皮图章啊，是为了通过而审查，但是不知道您知道过去曾经有啊 EIA 不通过被打回票的这种例子，也因此啊，在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动这个环境影响评估的同时啊，您的这种看法是否会对这个 EIA 的这种公信力啊产生某种影响？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啊？台塑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第一次啊评审的时候就被专家批评的提出很多意见。事实上也等于说退了，因为他漏了很多东西啊，基本的这个有些基本的资源调查或者一些条件啊，客观条件都没有啊涵盖在内。另外他所根据的一些啊这种学理数据有一些差错，所以退回来啊，多退几次啊总会补全呐、啊、因为结论只要符合国家标准，环保署啊，没有理由不让他通过。王董事长，您认为是不是因为这个第一次或者几次以后总会补全这种说法，你同不同意？这个我们这个做这个环保呢，这个是我们认为啊是非常做到，非常做到。那么很简单，假如这个有什么缺点的话，他环保专家会指示出来的。到今天为止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最后的这个一次呢，在环保署举行会议，这个宜兰县也许多这个官员也参加，当中呢也提出这个是什么，这个到那个时候呢，我们邻居有养鸭，那个鸭会变成怎么样子，这种问题都提出来了，是啊。所以这个是环保局的话呢，当然是慎重起见呢，当然多审查几次。我相信呢，是最大的原则呢，最主要的问题呢，我们能不能可以做到的？这个做到的话呢，不是这个是这样子通过，不是单纯通过，通过了以后呢，就是几种条件之下通过。通过以后没有履行的话呢，环保局就不准你开工。就有这种力量在，不能说就环保局通过了以后呢，总是可以建厂，不是？通过了以后呢，就依照这个条件，台塑你要遵守这样做，不遵守这样做的话，就是违背当初评估，就是可以停工。董事长可以不能开工，您是不是可以简单的回答我一个问题？您自己是不是充分的尊重公权力？公权力当然我要尊重了，怎么结果我们做老百姓不公权力的话呢？那这怎么可以呢？怎么可以什么时候自力救济了等等了？这种行为的话呢，这种实在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事。所以换句话说，如果经过评估，认为您可以，您可以做；认为您不可以，你也会同意不做，对不对？哦，当然。谢谢董事长。哦，当然。台塑企业是不是能够在宜兰设厂，或者会不会造成污染？马上再继续为您讨论，谢谢。再度回到现场，台塑能不能够在宜兰设立
六氢厂同时会不会带来污染？我们继续请现场第哪位有问题，您请说。我请教王董事长，这个从刚才王董事长的报告呢，跟资料显示呢，王董事长对于六氢在宜兰县设厂呢，要表出最大的诚意，而到最后呢，造成零污染。那我想这种诚意呢，我请问王董事长是否还记得，在十月五号，宜兰县的公害防治协会在中国国民党宜兰县党部开里见事会的时候呢，曾经王董事长曾经列席参加。当初宜兰县民曾经请教王董事长，请王董事长列出最大诚意，在六氢还没开始之前，是否将宜兰县公害防这个最大污染最大的台化厂以及东山电池厂，是否能够让它造成零污染？尤其是台化厂的废水，东山电池厂废水，以及它的这个浓烟，当初王董事长一口答应，在十月底以前一定提出他的 schedule 出来，请问王董事长是否这个 schedule 是否已经提出来？谢谢，请王董事长。问的顶清一下，也是给我一个机会了，非常感谢了。那么东山电池厂和这个我们的龙德厂呢，究竟呢是不是有污染呢？这一点呢，我简单跟你报告一下。关于东山电池厂呢，这个简单讲，我们一点污染都没有。你们现在啊，这个不要摇头，你要听我讲话。你现在给我们划，是这个下雨的时候，下雨的时候呢，那个这个就是这个社会时啊 ，limestone， 就是有了水带下来。水流下来，你们去拿这个水化验，那个是石灰石是有碱性呢，这样子的话呢，流下来的话呢，这样子化验的话，就是碱就高，就 pH 高到 9.2， 是这样子。根据这样子给我们罚款的，我们也照付。我们实在是说你们这个艺人现在很欺负你，你晓得吧？这一点我表示意见哈。王董事长说东山电池厂一点污染都没有，我不能同意啊。宜兰县卫生局最近连续开了差不多有将近2000万元的罚款单子但是环保当局啊，省跟中央环保局认为说台塑还在改善当中，这个单不能罚款，将近2000万元。王董事长说没有一点污染环保署只是说他还在改善要给他合理期间改善，这个是空气部分。水的部分呢，我们抓不到，跟我们捉迷藏东山河的这个支流啊，碰到下雨跟星期天呢，这个雨死最多的时候，无锅鱼3000公斤。农德厂的水在排放生产废水出来，再用我们的地下水冲淡之后在州界放流，环保署说这样合法。所以说王董事长恐怕可能是因为被下面蒙蔽了但是说零污染我却不能同意。我们这样子好不好，叫这个就说是新闻记者各方面人去看就晓得了，就不要在这里谈的没有什么用，就大家共同的一个见证嘛。接下来对不起，问题还没有回答。对不起，schedule就他答应十月底要将整个怎样来，都是给十月底要出来，这是一个信用问题。当初王总统一口答应，十月底以前一定把整个 schedule 送给县政府，送给议会，而且要一份送给我们公害防治协会。我现在是说，王总一言九鼎，应该要有所信用。请坐，谢谢。王总统，这点你要不要继续做？其实我看不必要这集争吧，就是有根据吧，通通是有根据吧，对不对？我们没有收到。有根据吧，我们也没有收到。有根据，你们就开发单的话，我们也照顾吧。不是就是pH高的话，我们也照顾。结果很没公道的，南部送那个石头啊，下雨出来碱性，给我们划，我们也照顾过，很乖的哟。我们跟你们县政府正在这个欺负的很相当欺负的哟。我们这边你看这一点有没有欺负呢？
我们这边完全用以后用事实来根据来补充。第二，石化业代表，您请说。这个刚才讲的都是这个环境污染公害的问题。那我请教陈县长，既然陈县长向台塑还是发电厂提出这个权利保证金、权利环境权利金的问题啊，当然王董事长没有答应。万一王董事长答应了，你是不是欢迎他去设厂？刚刚王董事长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还有一点呢，我们当时所提的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说能不能来设厂，要先看看这个地方受得了受不了。如果受得了，那这个地方还能承受多少污染，就是要依照总排放量来计算这个污染防治标准。那第二点就是环境权利金。那因为在第一个条件里面就包含了一个前提，那这样的前提就通过不了我们第一个条件的前提，所以环境权利金就根本不必谈了。当然了，如果说宜兰县政府有机会来举办公民投票了，有关于环境权利金的问题，我倒想听听在宜兰县的这个我的45万老板的意见看看。谢谢陈县长。最后一位。我跟王董事长请教一下，现在台塑企业在这个国内的石化厂有没有办法做到零污染？我再跟那个陈县长请教，你以刚刚那个标准来反对这个台塑到宜兰去设厂，你那个理由适不适用？你现在在这个宜兰的所有工厂，你可不可能采取立即清理的措施？谢谢。董事长先回答。这个零污染是这样子的哈，我们要这样解释的。我们可以做到一个世界标准最高的，我刚才讲过，我们可以做到厨房干净的几倍，是这样子。陈县长对于新申请设厂的案子，我们一视同仁，所有高污染性的我们都比照办理。那旧厂呢我们是勤查重罚了。宜兰县在这方面做得相当积极。目前3年多来罚款恐怕已经将近7000万元。那尤其水泥厂，5家水泥厂我们罚了几千万元之后他们已经投下了5亿多元来改善。目前水泥厂的污染情况大为好转，化工厂也一样。那位请说。请教一下陈县长，就是今天我们有个疑问，就是宜兰到底是反污染还是反台塑？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反污染的话，包括你要发展观光线，还发展农渔，它同样也会制造污染。还有您将来有那么多工厂来，它也会制造污染，是不是每一次都要由你45万的老板来投票？陈县长，对六千来说，反污染跟反台塑已经合而为一了，但是我们是为保护环境而努力。那提到说我们地方资源型的工业会不会造成污染每一种工业都会污染，但是呢地方资源型的工业呢它的污染性非常低。我们所一再强调的是反对高污染性的工业，不是反对所有的工业。我们继续请新闻界的朋友。请教陈县长因为这个环境属于国家的资源任何人都可以提出环境保护权的主张，也任何厂商可以提出环境投资权的主张，是不是陈县长有没有考虑到就是说尊重地方环境工作权的这个选择的意愿如果说经过科学专家的环境评估的结果出来以后，陈县长是不是会接受这种科学的结果？谢谢。在台湾这样的结果事实上就是所谓 EIA 了，那已经先把符合国家标准的 EIA 这个标准定出来，然后再来收集一些学理上的数据堆积成一本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纵使这样的一个报告呢在内容上有很多地方欠缺，最多只不过补充一下，最后还是会通过。所以我再重复一下，这个对地方的污染不是以单位浓度来计算，而是要以总排放量来计算这个区域是不是承受得了。那我还要补充一下，就我们委托台大环工所所做的是针对六轻的 EIA 台塑所提出来的 EIA 进行复评，而并不是独立的一个 EIA 的这个工作。兄弟还哪位有朋友请说。
我请教陈县长，刚才陈县长提到这个环境评估，像台大这个环境评估是一种战略战术的运用。从这句话我有一个疑问，我想请教陈县长，是不是你的这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反对，然后其他的这个调查工作还有到国外去请这个国外的什么国际的研究机构来做的评估，都是属于你基本原则反对之下的战略跟战术的运用。我想请教这陈县长，刚开始我们是认为对地方有益我们就欢迎，那对地方没有利益我们就反对，那经过这段时间来我们知道这个对地方有害，所以我们反对并不是说我先宜兰县政府先入为主反对，一开始就反对，然后来借用一些专家或数据来作为我们反对的一个基础不是这样子。下哪位您请说。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王董事长，我是苏澳地区渔民的子弟我曾经亲眼看到过附近沿海遭受到台化龙德厂废水的污染，那么现在正是那附近沿海都在捕鳗鱼，而且那附近渔民也很多，我想说以一个渔民子弟的身份来想，王董事长是不是可以给我们那附近的居民一个肯定的答复，台化龙德厂的废水污染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能够做好请王董事长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很简单的啊，这个是我到贵地上做几次的说明会也曾经提到这个问题了，也提到这个问题了，这个我也跟他们讲，我说这个是应该啊，这个排水啊好多个厂啊混在一起，我说应该要分开，一个厂一个厂分开，不再混在一起，可这的话呢就是困扰不清了。所以我们台化出来的废水，东山电厂出来的废水，我们应该要负责另外一个 pipe， 我已经已讲过，那么我们希望乡政府方面呢，就排水方面呢，应该要求大家要分开，这样子来的话，究竟哪个厂不是不单单是要你们乡政府不是管我台塑东山电厂龙德厂，其他也要管嘛，对不对？我不分开的话，你怎么晓得呢？对不对？你都知道现场还有很多问题，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这样子请两位这个贵宾呢，各利用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做个结论。陈县长，您先开始。刚刚王董事长提到电池厂跟农德厂的废水这个跟别的厂混淆不清，以至于没有办法去分辨。那就这一点呢我想可以说明事实上可以分得很清楚都可以找到谁应该负责。而我们所知道的是台塑电池厂跟台化农德厂都要对废水负责。那宜兰县呢，我想我们反六轻不是为反对而反对，我们是为环保而环保。今天国家建设最高指导的原则，也就是台湾中开计划，已经非常明确的界定了宜兰县发展角色，而在北部区域计划跟中开计划里面也都非常明确的指定了在北部的某一个县有一个石化工业区。为什么今天工业局还昧着政府的政策跟法规的规定，把279公顷的绿泽工业区就凭工业局的一己的意思划为石化工业区，卖给台塑作为塑胶纤维业的二三级产业加工，这个没有道理。那我们觉得台塑以二三级产业加工，塑胶纤维二三级产业加工来提出申请也是一种障眼法，将来一定是偷天换日。事实上刚刚已经向各位报告过了，工寮的设计图都出来，已经公开在公开招标了有什么诚意在90%欢迎才来，10%反对就不来，公民投票也拒绝这个公民投票是王董事长这个90%跟10%这个承诺的当然结果，结果竟然不接受。所以说我们在想台塑到底诚意在哪里台塑讲的话是不是有信用设厂前的这些承诺通通都不算数，我想设厂之后能做怎么样说承诺切结有污染就让你停工。我想或许我在宜兰县政府的时候还有机会或有能力您停工了以后老实说我们就不敢想象了。
王董事长，您可以利用最后一分钟做个结论。今天呢，这种情形呢，我认为啊，蒋蒋希望各这个大众初步可以了解了，因为电视公司呢时间太短了啊。我看以后呢，希望这个新闻界方面呢，我们提供许多资料呢，供这个是全国的这个我们同胞呢，大家了解，我看这个比较重要的。今天我们就这样子的话呢，我看来初步了，希望大家会慢慢会了解的，也就是我们今天就麻烦各位这个目的啊，我也心里非常感谢。是，这个谢谢王董事长，谢谢陈县长。您刚刚的意思就是说，从这今天之后呢，我们整个新闻界媒体啊，可以继续的来这个追踪这个事件。那么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非常感谢现场观众给我们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我们大家都晓得，目前所谓的这个经济发展跟环境保护，在我们现代化社会中啊，是一个既矛盾而又难以解开的一个结。但是我们深信呢，只要我们的社会大众能够用一个冷静客观的态度，我们的企业家能够用一个负责任的做法，同时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公信力跟公权力在什么时候能够迅速的把它成立养成啊，这是将来解决这一种类型问题可以降低到它最低一个冲击的主要的一个症结跟关键。我们今天再一次谢谢各位，谢谢。下周同一时间欢迎您收看华视新闻广场。